诸位同学，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跟大家呢有顺着这个课程布置了几个作业像一开始呢，我们要观察父母。还有亲近老师的优点，因为这离我们最近，才能说得上更远的人呢，我们也懂得观察，所以修学当中常常要有下手处，没有下手处啊，这个理还是理，事还是事。理事分开来了，要理事圆融，这是我们第一个练习不然静处都不会观察或者静处都不能感动。很难去集原则，所以这个次第呀，在事项当中是重要的，那包含你要有自知，你才懂得知人，欲知人者先自知，欲爱人者先自爱，欲助人者要先自助。君子务本呢，这个在课程当中我们也常常跟大家呢在探讨。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我很愿意爱别人。但是假如我们不自爱的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给别人不好的影响，承德自己的观察，不是年轻人会受同侪影响，你上了年纪的六七十岁照样，所以藕益大师讲了，善有为一，他也凸显了。身边人、团体对人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也不愿意给别人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自爱，我们不改掉这些坏的习气我们不知不觉就影响对方。你看，我们说领妻成道，祝夫成德。大家可能大部分的人呢，之后会走入家庭。那夫妻是同事啊，最近的了。你真的可以给对方好的影响你真的这一颗心啊，都时时提起来，你的一言一行就考虑不给对方不好的影响。你这个态度呢，在用在教学上，那你面对小朋友了，你就想我不能给他们不好的影响，你那种关照警觉性就高了，所以这个要用自己的明明德去清明，所以欲爱人者先自爱。好，那还有，我们还有提到历史兴衰，那这些历史兴衰可以用在治国，也可以用在治团体，也可以用在自己修身齐家上面
哦，还有一种使命感要有，哦，因为我们每次啊跟老和尚请教人才的问题啊，老和尚都是再三强调要有使命感，啊，使命感就是一种愿力啊。哦，所以我们前面布置这个作业，是事不可以不弘毅啊，任重而道远啊。啊，人以为己任呢，啊，要仁爱众生呢，不只是当前呢，还要考虑后世哦。好，那这个当前呢，最需要什么样的榜样？哎，我们不给圣教抹黑了，哎，现在要给什么榜样？我看这些作业，哎，都跟我们呢，啊，走弘法这一条路啊，能不能啊走得圆满，啊，走得自利利他？这些心境啊，都特别关键的。哦，所以弘一大师的墨宝讲呢，以慎重之行立身呢，则道风日远。哎，考虑当前跟后面的人会看呢。哦，那这个啊，伟成。啊，他们这一届的留在汉学院的人呢，相对多。这个是个果呢，因在哪？哎，这都是我们眼前的因果。哦，印祖讲了，事出世间法，从理上啊，不出心性二字。从事上呢，不离因果二字，所以大家学完群书之要啊，要看得到本，看得到因，这样就没有白学了。假如学完之后，你看什么事啊，因因果果不会推啊，那我们还是只是当一个学科，写个论文，交了，应付应付掉了。应付会变成习惯哦，哦，所以心是根本的，修行呢，一切皆从真实心中住，这个叫会修行了，没有应付任何人，最重要的，没有对不起自己，尊重自己的佛性。《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的“尊重己灵”啊，人要对得起自己啊，才能对得起别人啊。啊，你说都对不起自己了，怎么可能对得起人？啊，你看密宗，现在修学的人也不少啊，黄老。最后倒归净土，但是他禅宗、密宗都是大成就的人。他强调，密宗最重要的是发菩提心呢。哦，《华严经》说：“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和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哦。黄老强调了，密宗是如实知自心呢，这是真实面对自己的，哦，都是天命之谓性呢，率性之谓道啊，
不可须离也，不能离的本性了。其实你说汉传不是三皈依，皈依什么？也是皈依自性了，觉真境了。哦，所以要有菩提心啊，哦，任重而道远呢、啊。哦，那他们这一届呀、啊。11个同学啊，他们彼此有一个心愿啊，哎，能给全汉学院的同学做表率啊，这是他们当时候啊，他们也有跟我讲啊，我记得那4个女男众啊，他们一起、啊、到 TV 里找我啊，结果、啊。每个人我都送他们，送到我自己这个书啊，没有啊、哦、当然啊，在这里也是练自他薄啊，给他就是给我，也是修行啊，送了他们《华严四品》啊，《华严经》里面最重要的四品经啊，啊，梵行品。净行品、哦、还有一个是普贤行愿品、哦、另外一个好像是问明品，我不是很确定，这几篇经文很重要、啊、所以他有这个愿、哦、所以他这一届留下来服务的人多，这个都不是偶然。你没有看出这个，可能你还延伸出啊，心不平哦。哦，而我们学的军事最好不能不平哦。这个此不能，不此不见用哦，此不信。不耻不见信哦，耻不修不耻见污哦，羞耻自己没有修行，不羞耻别人侮辱我毁谤我啊，耻自己没有做出让人家信任的行为，不羞耻别人不相信我，耻自己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工作，不羞耻不被用。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君子无禄而不自得焉、哦哦、所以、我们面对境界、啊、关心为要，自己的心不能随着境转、啊、我们每天会遇到很多境缘，自己的心的状态呀、啊，心是根本，大家自己要关照清楚。今天尊严讲的，哎，打破自欺一关，哦，就不能骗自己的心念了。哦，在古人说的，啊，凡为外所胜者，皆内不足；凡为邪所夺者，皆正不足。我们被外面境界动心了，已经是内正念正气不够了、哦、这个都是格言别录的话、哦哦、我们现在的人呢，见人家静慢则生喜运心，皆外重则也。见到别人对我们态度恭敬了，敬了，或者是轻慢了，那就随着生欢喜心啊，或者嗔怒了、哦、这个都是太重视啊外表啊的这种虚荣了、啊哦、不知道向自己内心啊
来反省。你看，这些都是境界哦。哦，这一切皆考验哦，看而怎么办呢？哎，当别人恭敬我啊，是不是因为我道德提升？哦，如果是啊，哎，也是自己的本分，并不值得欢喜。哦，老和尚常指导我们：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如果不是呢，那他的恭敬我是受之有愧啊。哎，又有什么好可喜的呢？要关照自己的实际的状态，真实面对自己了。哎，当别人轻慢我，是不是我德行有亏呢？如果问心无愧，那他的轻视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害啊，何必发怒呢？甚至于是帮我消业障啊，都不应该动这些情绪啊。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哎，你看《金刚经》就讲这个，你们都有印象吧？这些《金刚经》里面很重要的经文，先世罪业因堕恶道，已经世人亲见故，先世罪业即为消灭。那你会感恩他咯，他帮我们消了三恶道的罪业，没有消掉。是什么结果？要到三恶道受报呢？哇，那被人家毁谤几句话可以消这些业，你看划不划算呢？哎，哦，所以为什么老和尚说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因为这些事都是来成就自己的，当然要感恩了。所以何必发怒呢？如果德行亏损呢，那我应该感激他的提醒咯。惭愧都来不及，哎，还能生气吗？哦，你看这些境缘，哦，每天可能都会遇到啊。哦，那这个别录里面说的，此迷不破啊，胸中冰炭一生。哦，就是我们这个迷惑啊，不能破除，因为你在境界里面都随顺烦恼就迷了嘛，啊，一生就被境界所转了，然后心情怎么样？忽冷忽热，啊，对，情绪起伏啊很大，啊，那生欢喜心了。哦，就很高兴了，忽热了，啊，人家批评一下呢，不高兴了，啊，凉了，啊，沮丧了，冷了，你的心就冰炭一生了。哦，所以我们在境界啊，要做得了主。好，哦，我们大家应该也观察到了。现在啊，进入汉学院读书，本科就不好进，硕士更难进。你们有没有观察到？哎，也有批评的声音啊，说来了再修嘛，干嘛选那么严格呢？同侪之间影响是最大的。你不慎选了，那老安交代这么重大的事情，十方在支持我们这个单位，这个能掉以轻心吗？所以有时候你不在其中啊，你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啊，你光在外面看呢，其实你不一定能了解客观的状况，甚至于你也不能了解。可能这些年来经历了哪一些事情，哦，
所以不能是自己想，轻易的又批评了，这个会造很重的口业的罪业，甚至于人家本来要把学生送过来，你在那里批评，到时候影响这些年轻学子的因缘，这样就不妥当。那我们挑人都挑得这么谨慎，所以要在汉学院服务啊，一定要能给学生做榜样，不然我们选那么严格，进来之后一看，这些工作人员不怎么地，你说学生服还是不服？哎，大家想一想，这些环节要不要注意？哦，所以你看我们在厨房服务的同仁，哎，也都能给同学们标靶。哦，这个也是汉学院呢，对员工的要求。我们跟一般大学不一样，我们是注重德行修行的单位，你不能去跟其他的大学比，因为这是不同的因缘起来的。你假如办一个一般的大学，那我铁定不参与的。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我参与一般的大学的模式干什么？那我们就学老和尚以讲经为主就好了，更何况我们本来就已经出了家了，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啊，讲经说法不中断的啊。一个大学没有强调扎三根呢，很难不是堕落的地方。这些我们都经历太多事了，我们也有遇过，哎，不一定要到汉学院去读啊，哎，在本国的大学读一读，哎，照样可以来从事传统文化教育。那我跟他们交流，我跟他们分析了，任何一个缘呢，没有绝对的优点，也没有绝对的缺点。你在不同的抉择的时候，都有优缺点的。比方说，来英国汉学院，天气比较冷了。哎，有些父母他舍不得孩子的，有啊，怕孩子身体受不了了。还有。到这里来，毕竟是英国啊，费用一定比较高，而且还高不少。但是它的优点在哪？第一个，课程我们设计的四书五经为主啊，你现在去读中文系，很少是以经为主的。哦，我们同学们里面也有这个本科。就是念汉语言文学的啊，我自己也有去调查过啊。某些知名的大学，大一就念《金瓶梅》了，读的五经很少，我看了都担忧。我们前不久看到新闻，台湾都是顶级的大学。顶级的科系，大学还没毕业，19岁，刚去没多久，贩毒，科技技术非常好啊，
贩毒的营业额就超过一亿了。现在23岁被判终身监禁了。23岁哦。贩毒金额40多亿啊。你看一个人才能很高，没有德，他会大祸临头啊。那第一个课程我们设计的，再来老师我们选的哦，不然我也遇过朋友去知名大学一读，遇了20几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他到底要听谁的？好，再来第三，同学是我们选的，同侪影响比老师的力量更大。我分析给他们听了，我们自己进退也要有分寸啊。什么分寸？那是指人家的事啊，我们再怎么样都是配角啊。你这个配角话讲多了，人家反感你了。你得分析分析清楚就好了。哎，那，哎，他们真的去一般大学了。半年之后，那些本来蛮单纯的孩子，一看，都跟本来不一样。所以大家在大学时候啊，你还能够让你的亲戚说，哎，你变了，哎，你提升了，你改习气了，都不容易哦，不进则退啊。所以我们现在也过了中秋了，都深刻感觉到啊，很多走过来的路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你跟他讲他不一定能感受。然后也体会到啊，要接受别人劝呢，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一本群书之要，你看里面有金石子啊，多少人中肯的勉励，多少人表演给我们看，但是我们能受用多少他们的言教跟身教啊，那个就看自己的善根了，自己的福德了。你能听话，那是善根了。你能照做啊，那是福报了。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而这个善根当中啊，就是有一种使命感，这个人善根厚，就推着他不懈怠，认真学习了。那我们这作业当中呢，还有已经改掉的习气，当然看了大家写的，彻底改掉一个习气容不容易？能减少啊，就很可贵了，不让它增长了，慢慢在减退了。那刚好也跟大家提到，跟福州团队呢，今年是自知去习的一年。因为我们列出来有的放矢这重点对峙这些习气当然呢，承德这个布置这些作业都是顺着这些经句大家呢能想到多少就写多少不用再找资料。你找资料毕竟要时间不然那布置一个作业
你们写了三四个小时啊，这个陈德于心不忍啊。当然，你假如觉得很有收获也很好啊。在诗语有提到写自己父母的优点啊，这个啊，你写的欲罢不能，很好啊，不用写到绞尽脑汁啊，只是顺着让大家能透过这些呢沉淀沉淀，哎，自己学过的东西啊，这样你在境界可以拿起来思维。哦，包含观察观察这个时代，哎，不用太用力哈，太刻意。好，哦，那其实陈德在跟大家分享啊，也是沉淀沉淀呢，自己学过的、经历过的啊，来供养大家。哦，你看我们讲到68句啊，性不可知啊，亦无所立啊，啊，名无性不立啊，哦，哎，你没给人家信任呢，你做的是全天下最重要的事，那这个是道义的事啊，能不能做起来？不容易的，哦，再来，你自己无私去做啊，也要看清楚形势。哎，你的做法跟现在的政令不符合，你的性也起不来，是吧？人家会质疑你了。再来，你在因缘当中重要的位置，你要用错人。又做不起来了，大家有没有看到成就一件事容不容易？你真体会到了，你不轻易批评了，因为成事不容易啊！啊，善事常易败啊，善人常得棒啊！啊，好。哦，好像我也不记得是哪一个朝代哪些人物了啊、哦、比方说这个臣子被帝王要派出去了啊、哦、他就强调了哦，好像还做了一些比喻啊，讲了一些故事啊，好像三人成虎，大家听过吧？哦，你看听了三次啊，哎，受影响了。哦，还有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啊，啊，这个有人跑来了，不得了，不得了啊，曾子杀人了，啊，讲给他妈妈听啊，啊，他妈妈不可能的，啊，哎，过了一回，第二个人来了，曾子杀人了，他妈妈说不可能的，心里有点毛毛的，第三个人又来了。曾子杀人了，曾参杀人了，曾参啊、哦，说不定有同名同姓的。结果呢，他的妈妈跑掉了，惊慌了。哦，哎，这个故事啊，虽然讲的是母子关系呀、啊，哎，但是用在君臣关系呀、啊。哦，假如这个君王领导者听了人家讲三次了，会不会影响他对这个臣子的看法？哦，所以这个魏征啊，不是，这唐太宗能成就贞观之治，他那个对这些重要臣子的信任，你说有没有谗言？不可能没有啊！啊，静论之政，夫臭之术，不行焉，可谓名也义呀、啊！啊，静论之政，夫臭之术，不行焉，可谓远也义呀、啊！哦，
这种谗言你看那个一个毛巾碰到一点水了，它怎么样？唰，顺势就整条毛巾就湿掉了。你看肤受之术，你看，这个看不到有什么灰尘呢、可是每一天洗澡，唰，一堆出来了，他不知不觉的，谗言甚莫听啊，听之祸殃结呀、君听，臣当诛啊。父听了，子当绝呀、这个在历史当中都有啊。哇，你看这个晋献公听了他一个妃子的谗言，你看杀自己的孩子了，你看太子申生都遇难了。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信有多重要那大家假如有印象可以查出来我记得一定有这个典故啊。古人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要不譬喻要不举历史典故然后再把他要强调的事讲出来。就提醒君王啊，那我现在派出去的，这不能一些人一讲你就不信任我了，哇，这个君王拍胸脯保证不会，去了没多久，变了，那你说包含孔子、颜回之间，也有境界哦。因为他们在陈蔡绝粮七天呢、结果好不容易这个子贡很厉害出去弄了点粮食回来了交给谁煮呢交给最不可能偷吃的人煮请颜回煮了煮啊刚好子路这么巧刚好走进来看到颜回吃了拿着煮的粥吃下去了子贡看到了哇马上去跟夫子讲了人人连是穷改节乎你看子贡讲话他们说老师啊颜回偷吃了他没有这么讲人人连是穷改节乎这个好像是孔子家语里面讲孔子说会改节的就不是人人连是的不会的接着说我刚刚看颜回书中吃了一口了你看孔子马上回答虽然你这么说可能另有原因。你看这个言语又没有伤了子贡。假如说不可能啦我太相信颜回了一定是你看错了。所以你不能因为爱护一个学生而去伤了另外一个学生的心啊。你看这个言语的还这种进退这都是学处了。然后接着你看孔子领着子贡没有说不用了一定不可也不可能的。那子贡一定很内伤的了。好我们去看一下对了你请颜回过来一下。颜回过来了。哇你看了解自己的学生了。怎么说的
孔子会不会说，颜回你有没有投资啊？啊，颜回一定想，哎呀，可能是有人啊，他、哦、这个有时候读书人不解释啊，啊，他怕可能其他同学可能，到时候得背这个错了，他有时候可能把这个过失吞进来了，哎，替别人扛了，哦，所以孔子是说，哎呀，啊，我梦到了我的祖先呢。哦、所以我想祭祀，先祭祀一下祖先呢、哦。所以你那个煮的粥啊，可不可以拿来？颜回说：“老师啊，不能祭祀了。”哦，你看他这个问，就把真相问出来了。所以你看言语重不重要啊？你那个言语能问出真相，又不会伤到人。哦，然后一问，答案出来了。哦，子贡呢？哎，孔子也没有说，你看，你看错了吧？孔子也没说这个话。你看，就在这些应对当中，都是言语的修养。哦，那你看，孔子跟颜回之间有没有一些情况？也是有啊。不可能都没有境界的啦。哎，好，哦，所以这个性不可知啊，啊，我们经历好多事都是呢，你用了一个会谋名利的人，他就不可能在这一方建立威信。那这件事是最重要的事，也很难做成。哦，所以经历一些事啊，再来看这些句子啊，感触不一样。哦，所以我是比较赞成的，多一些啊付出，多一些锻炼啊，再来读硕士。不然你读的通通是理论啊，都没有事上的锻炼。啊，当然我们现在啊有学生会，那就是一个很好锻炼的机会。啊，包含我们现在还有群师叫实修班呢。啊，包含这个年底的道德讲堂。啊，都是磨练的机会。经一事啊，你就长一智了。哦，那个卢兴早课也有分享到，虽然是短短几天啊，自己在这些境缘当中有很深的一些体悟。好，我们进入呢这个根啊，这个谦虚有礼啊，这个单元啊，69句啊。啊，这个彖状上呢，有说了，啊，这个谦恨，啊，谦虚则亨通，啊，因为我们都比较熟悉，也是格言叫谦卦。六爻皆吉，数字终身可行。那64卦当中啊，因为每一卦都有六个爻，都是啊吉凶参半，或者有些吉多凶少，有些凶多吉比较少，只有一卦是六爻都是吉。就是这个谦啊，好，那这个彖传里面说到的，天道下济而光明啊，天道的法则向下周济万物，光明普照天下
无量寿经说，自身微光超于日月。你看地也有，忍辱如地，一切平等。那易经里面是讲地道卑而上行，地道的法则是位处卑下，而地气啊向上运行。进一步啊，你看观察了整个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呢，你看天道亏盈而益谦。这里是先讲到了天地沟通啊，阴阳和合，所以说亨通，亨通。当然这个后面还有进一步诠释了，就是说一个谦虚的人，不管他处在上位或者下位啊，他都能产生这种天地沟通阴阳和合的伦常关系。那接下来这四句呢，是你看古人的观察，你看天道的法则啊，是减损盈满的，增益谦虚的。你看月亮到最圆了，接下来呢就亏了，盈满则亏了。地的法则啊，是改变盈满的，这个变盈而流谦，改变盈满，充实谦虚的。比方说这个洞水满了，就往外溢出来了，溢到更低下的地方，水往低处流了。鬼神害盈而浮谦，鬼神的法则是鬼神看到这个特别盈满了骄傲的人，挫挫他的锐气，所以这个是修理修理盈满的，然后施福给谦虚的而福谦，人道物盈而好谦，人类的法师是真恶盈满的，喜欢谦虚的。曾国藩先生说讨人厌了，败在一个骄字了，骄傲人家就很不舒服了，所以谦尊而光，谦虚者他处在尊位，位居尊贵，而光呢就是他的道德更显光明，叫公门好修行啊，他处在上位更好去利益人民了。这个在《了凡四训》都有，改变了一个政策，万善圆满了，因为他一改变政策，上万人受益了嘛，卑而不可逾啊，这个逾是超越啊，位居卑下呢，但是他的道德啊，不可超越，所以君子处于尊位或卑位，均能终身保持谦虚的美德，同时获得谦虚带来的终身福报。所以君子之忠也，谦虚就能保持德行，保持福报。我们看到这个卑而不可逾啊，每一个朝代都有隐士啊。你看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为什么历代都有为这些隐士作传呢？老和尚讲了，因为他们呢清廉，可以给社会表法。你看卑连官都没有啊，但不可逾。你看颜回没有出来当官，那个时代的人对他佩服啊。
包含这个闵子骞没有出来当官了。哦，你们再找我，吾必未在这个川上问上矣了。我是跑到边界去了，你们就找不到我了。啊，你看我们前天讲到的，啊，这些真有德的人啊，哎，他最后啊，这个人们呢、啊，还是会啊，哎呀，有隐形者必有昭明啊，还是会认识他们的、啊。你看印光祖师。70岁以前没人认识他，但他德行已经到可以是圣人的境界了。后来有人发现了，哇，赶快请他出来弘法。这个整个文钞全集都是他度众记录下来的。哦，还有严光啊，汉光武帝最好的朋友，他虽然没有出来当官了，影不影响那个时代的这些官员呢？影响哦。哎，你看人家比我们都有德，都不出来、啊，哎，真惭愧啊。好，哦，我们再看70句啊。唯德动天呢、啊？哎，只有德行啊，能感动天地。啊，无远弗届呀！啊，这个届是至道啊，无论多远的人呢、啊，哎，都能这个德光都能到啊！哎，意思就是多远的人都会来归顺的、啊。好、哦、啊，这个从儒家讲呢，啊，上好礼啊，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啊，则民莫敢不服。啊，你很重礼貌了。啊，你面对啊国君，面对百姓呢，都是盛装。啊，哎，看到这个各个行业的人很辛苦啊，你给他们致意啊。哦，那百姓一定尊重你。哦，你看这个季康子啊，问了孔子好几个问题啊，在《论语》里面，使民尽忠以劝如之何？哎，让人民尊重我，效忠我，然后互相规劝，怎么做啊？啊，你看孔子都点他的心态，他这个是向外求了。呵呵，孔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哦，你对百姓很庄重，很尊重他们，啊，他一定恭敬你的。啊，孝慈则忠，啊，你慈爱他们，他都君仁慈了，他们当然忠了。啊，而且你教他孝道，忠诚出于孝子之门。都是从根本去处理事情。啊，你要举善交不能则劝。啊，你把善的举起来了。啊，你去向他们致意了。百姓就效法他们了。啊，所以这一段，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你上位者很重道义啊。啊，哇，人民佩服。哦，你看这，假如国家领导人，啊、哦，哎，啊、哦，教师节都去找自己幼儿园、小学老师，哦，都感谢他们，哎，百姓看了感动了，哎，重情义嘛，啊，上好信，你讲信用了，则民莫敢不用情，啊，这个情就是情实。就是实是很实在，很真诚。哦，
你很讲信用了，百姓很真诚跟你交情了，所以民莫敢不用情，你能做到这里啊，福如寺啊，你能做到这里啊，远方的人抢父其子而至矣啊，抢父就是那个孩子还很小，他背着了抱着了来投靠你这个国家了，焉用驾，这樊迟问孔子啊，请学驾，我不如老龙啊，请谁为仆？我不如老虎。可能是学生呢、觉得啊，好像孔子不能发挥啊，为政呢、那不如做一些实在的事了。陪着人民一起种田架舍喽。但孔子强调的，你已经学这些学问了。为什么要周游列国，看看有没有志同道合的因缘嘛，你就可以发挥了嘛。不然你学的这些东西不就白费掉了。德不孤必有邻，还是能找得到志同道合的，除非我们退心了。所以你看老和尚在因缘里面，他也遇到韩馆长，你看遇到韩馆长啊，大家会观察哦，大家以后出去弘法容不容易遇到韩馆长？你们都要观察好哦，你们观察不出来你就稀里糊涂的了、我遇到弘法的人他就没有观察出来，所以护持他的缘越来越差。他没有观察到老和尚是怎么处事的。韩馆长脾气大，可是韩馆长是没有私心，一心护持正法。那北方人讲道义啊，所以老和尚都记他这一点。脾气不好都不往心里去了，告诉大家，相见易得好啊，久住难为人啊！第一天地见面，哎呀，我们真是相见恨晚啊！哇，亲得不得了，一起睡觉吧！哇，开始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呢，开始，哼。你把人家不好记在心里了，开始变化了。我不是见一个啊，会讲课的人会不知不觉抬高自己了，听的人都哎呀，你救了我家里人啊，这些话一听进去，很把自己当回事了。你慢慢不知不觉飘起来了，此路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其实啊，你这个缘已经很好了，这个人很讲义了，可能也是脾气大而已啊，你都不高兴了，你不能容了，不能只记他的好了，你姻缘就变了。好，这个老和尚九十年谱啊，老和尚的身教啊，大家真的要用心去看呢、要看出门道出来啊。我们现在弘法的难度啊，比他老人家十倍百倍都不止啊。不简单啊。好。好，这个无远弗届，所以四方之名啊，抢父其子而至啊。那老和尚讲经又说了，一念骗虚空法界啊。所以你看，唯德洞天，无远弗届，这真的。你看阿弥陀佛
这个思愿洛克国，大千应感动啊，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阿弥陀佛一讲完怎么样，这些妙花就降下来了，这真心啊，你看震动不是大地而已啊，震动整个全宇宙啊，最后什么全宇宙的佛都来配合他度众生，他是主，因为他的愿里面十方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哦，他发的愿就是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哦，你看整个全宇宙的佛有没有主办圆融？有啊。所以我们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哎，但是我们都念什么？阿弥陀佛，这释迦佛配合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快速成佛。哦，哎，你看我们学要学阿弥陀佛啊，学老和尚啊。我这个遇到一个企业家啊，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他遇到老和尚的因缘呢。是他的朋友一直是跟他讲老和尚这个人无私无我啊，他就打一个问号，因为他们在社会也见了很多人，他不可能有这种人。哦，所以大家以后人家怀疑你正常的。哦，日久见人心啊，他就是来西方极乐世界派来考我们啊，人家不信任我们，我们动不动心。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啊，结果他有一次啊，好，因为他朋友一直讲了 啊，那去看看吧啊。刚好老和尚有弘法的因缘呢，他就坐在最后厅啊。他说他自己听啊听啊，不知不觉就往前面坐了。唯德动天呐、啊，你看老和尚那种。德恨呢、啊哎，让他感受到了。结果呢，他会讲广东话，不会讲普通话了。但是就感觉那个磁场啊，他就开始用心学普通话。哦，后来就慢慢能听懂老和尚讲的。一开始连听啊都不容易了，普通话不是很熟了，哎。好，哦，那满招损呢，千受益了，哦，自满呢，招来损害了。一自满呢，你就压别人了，没有人缘。哦，哦，那千受益啊，谦虚啊，会得到益处。谦则受教有地啊，人家肯。啊，帮助你，哦，所以诸葛一生呢、啊、为谨慎，啊，这个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人格特质。其实谦虚这一点呢，啊，孔明先生也是做的很不简单，啊，大家知道这个三，当说魏蜀吴是三足鼎立呀、啊，其实蜀国最什么？最小啊，也偏呢、啊，哎，但是呢，哦，你看诸葛孔明啊，我们后面还有他整个办政治的这些做法啊、哦，那我们今天论到这里，就是他谦虚，所以他建了一个招贤台，啊、哦，就不敢怠慢了、啊、这些有德的人啊，希望都能。感召他们来、哦、所以他是集众思啊，广忠义，所以集思广义他做得很好、哦、那老和尚说的这个少说命令的话、哦、多说商量的话，
啊，命令只是接受，可能人家心还不服，商量才是领导啊。哎，哦，你看我们院长都很谦退的，啊，什么重要的决定呢，都找大家一起商量。哦，而且他是请下面的人要勤工无之缺呀，啊，大家提出我施政的问题，哦，他不居功，不为过，哦，而且还请人家赐教，哦，好，这个是谦的榜样，哦，包含一些历史当中啊，楚汉相争呢，啊。你看项羽应该是有很大的胜算，最后还是败了，哦，这个还是他不够谦虚了，哦，因为你看他要走的时候还说天亡我啊，他不够反省自己的问题了，啊，那不反省就是有慢了，好。哦，所以满招损，谦受益啊，这是也是尚书的教导了。时乃天道啊，这是自然的规律了。哦，就像前面提到的啊，鬼神害隐而弗谦呢，人道恶隐而好谦嘛。啊，这个都是自然的规律了。好，71，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啊。以其善下之，啊，因为小注里面讲，因为江河都处于卑下的位置啊，啊，故众流啊，所有这些河川呢，百川都流到海里啊，归之了，啊，若民归救王者，啊，哎，百姓啊，归向这个。王者啊，啊，比方说，大舜为什么一人一年成巨，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啊，因为舜王是舍己从人呢，他也很卑下了，啊，在赞叹别人的优点，啊，效法别人的优点，结果把这一方。的风气都转过来了，啊，哎，他能称赞如来，随喜功德，啊，哎，这个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哦，啊，这个王善人先生也说，高处有险，低处有道，哎，啊，要屈得下来，好，啊，那我们想到。孔子的提醒啊，刚好可以跟他这一句成为对比了啊。你看，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慢，你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且吝啊，吝啬了，不愿意教别人，你就不可能再提升了。不提升就往不进则退了。啊，其余不足观也。哎，周公是夫子最佩服的人，是吧？所以这个是已经啊，等于是比喻到了一个极处了啊。最佩服的人的才能，可是你只要骄傲了、吝啬了，那这个人也不可能能成大事了。哦，所以这个白话里面讲啊，江河成为啊山谷河川汇集的地方，处于在低下的地位啊，所以君子应该虚怀若谷，谦冲自下，德行才能日益增长啊。72句啊，这个是在中论之要啊。
啊，君子常虚其心志。啊，这真正的君子常保持心态谦虚，恭其容貌，啊，举止恭敬啊，有礼。不以一群之才啊，加乎众人之上。啊，他不以出众的才能，而高于众人之上。啊，你看我们师长啊，他的才能很高。看他老人家写的那个书法，哇，你看那个造诣多高。好像也很会煮菜哦，多才多艺啊，哎，可是都是很谦虚。好，那历史当中啊，你看欧阳修文章写的这么好，你看古文观止里面好几篇他的文章，朋友来找他了，他都谈怎么办政治，从不谈文章。这个蔡襄呢，很会办政治哦。大家知道他在惠安建了一个惠安桥是吧，几百年哦，哇，而且是自诚感动哦，他做那个桥啊，那个潮水都不上来哦，龙王都被他感动哦。哎，你们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啊？哦，因为他妈妈怀孕的时候啊，在沉船，哇，突然狂风大作啊，眼看那个船都快翻掉了啊，突然空中传来误伤蔡学士啊。哎，人家一问，哎，这个船上有姓蔡的吗？哎，结果他妈妈怀着坐在船上啊。哦，哎，那应该就是指着胎中的孩子了，所以他的母亲啊就记住这件事了。哦，然后就一直期许他，你以后有成就了，能够在这个河上啊建一座桥啊。哦，后来也满他妈妈的愿了哦。哦，那他很会办政治啊。啊，朋友一找他，他从不谈办政治，谈文章，因为他文章比较弱，多请教别人，不炫己长啊。啊，《太上感应篇》也是这么教我们。啊，士比啊，犹贤。啊，哎，他把别人呢都看作是贤人之士啊。啊，都是称赞如来。啊，哎，自是犹不孝。啊，不孝是啊，就是自己不贤的意思了。啊，把自己看成是不贤之人。不孝就是谦耻啊，指的不才不贤。啊，我们觉得遇到老和尚很幸运，就是你不管是佛经也好，或者儒家的经典，你只要思维他老人家处世待人，哎，好像跟这些句子相应的行为就浮现出来。啊、哦，哎，举个例子，啊，老和尚接待张发厅长，啊、哦，亲自给他夹菜呀、啊，很恭敬啊，啊、哦，那张厅长看老和尚给他夹菜，当场就流泪了，那很感动啊。哦，那几天之后呢？啊，张厅长离开了，哇，老和尚都是送到车子，看不到。回头就跟我们讲了，这地藏菩萨到监狱度众生呐、啊，士比犹贤呢、啊。哦，哎，自是犹不孝啊！你看老和尚都对着大众讲。我是凡夫啊，哎，哦，你看这个应对处事，哎，
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跟感动哦。哦，故人呢，愿告之而不厌。哦，因为他这么谦虚啊，哦，都是尊重别人的，啊，向别人学习，哦，因此啊，别人愿意告诫他而不觉得厌烦，啊，悔之而不倦，教诲他而不觉得疲倦。谦则受教有地啊，取善无穷。哦，那我们学儒啊，要观察曾子，还要观察颜回啊，颜夫子。你看人家曾子做到了，他观察颜回哦，颜子哦，以能问于不能，自己才能很高。问比自己才能低的人，以多问于寡，自己学问多啊，问比自己学问少的人，有若无，实若虚，就是他谦虚嘛，他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就越学越虚心，这个是学进去了。好，所以这个颜回做到了，所以故人愿告之而不厌，悔之而不倦。哦，那这个颜夫子也是配合孔子教学，哦，因为他在同学里面做榜样，就带动很多同学，你看曾子都在向他学习。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